Thank you.
Thank you.
们还认为呢，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具有多元化的特点，多元化的特点。所以呢，欧洲共产主义呢是主张在政治上搞多党制的。那么在经济上呢，他们主张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的多这种模式，就是以公有制为主，但是呢多种经济、多种所有制可以并存。那么在意识形态上呢，他们主张呢不搞舆论一律，主张那个思想的多元。